台南会展中心，是我们国贸局在我们台南投资的一个重大工程，经费大概有20亿，那其中最主要的展览馆，大概有3200坪，它可以容纳我们这个标准的这个，展示馆呢，展示场呢，大概有600个摊位，那也可以做一些活动的使用。那一共可以容纳大概有这个6000人哈，5000人到6000人。那除了这个展示空间以外呢，那我们这边也有这个开会的这个场所，设计的时候也有一些特色，它也重视我们台南的文化，所以它的外墙呢是红砖色的，因为我们的古迹很多都是红砖。那这个展馆的这个主梁呢，它的一个。因为没有柱子，所以它是钢构，而且呢，它也注意到我们台南就是靠海边，那所以我们有鲲身这种意象，所以它的这个主梁是鱼骨的这个意象。有一座全台湾最先进，那也是设备最好的一个会展中心，坐落在就在龟仁。那龟仁这里在过去这几年来，那从中央到地方都投入相当多的经费来营造我们所谓的智慧绿能科学城这样子的一个愿景跟计划。那同时呢，最近也我们的三井奥莱一样坐落在龟仁的高铁特定区这里，所以呢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龟仁人在地的这些乡亲相当的有感，而且我们的就业机会也增加了，可以说是对龟仁在地的经济发展帮忙相当的多，也相当的大。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这个会展中心看起来，我们就看起来就是一个现代的建筑，可是它具有很高的艺术的成分，然后它屋顶又是太阳能，又有这个绿能的绿色的建筑的这个意涵，所以是兼容把这个科技跟文化跟艺术结合在一起的建筑物。就像我们台南市是一个文化古都，可是也是一个科技新都，它也建构了许许多多这样子的一个意涵。那龟仁沙仑这个地方是绿能智慧绿能科技城，所以说它所绽放出来的，它展现的这个这个气象不仅是交通便利，而且是科技上的许许多多的新的意涵，又有绿能的意义又是未来的 5G AIoT 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这个据点。因此呢，我们非常欢迎大家来到大台南会展中心，也期待透过这样的公共艺术的揭牌揭幕，能够让更多人喜欢上我们大台南会展中心。大家好，我是秦碧纯，欢迎收看四月一号礼拜五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选择儿童节进前，由台南马尾特色公园社团所进行的特色公园满意度调查，发现正面的评价是84%，但是负面评价却是高达83%。所以特别召开记者会，提出三大诉求，包括要经费、要参与，并且要设立游戏场总顾问的机制。台南马尾特色公园网络社团是台南的家长在2017年来成立，长期来关心台南儿童游戏场的发展。在儿童节进前，也特别发表民间自主台南特色公园的满意度调查。发现负面的评价竟然高达83%。这724个家长，他们跟1000多个孩子共同对于台南的游戏场表达他们的心声。那我们看到，大家对于台南市府所做的这些努力，我们是有看到的。包括大家给予正面的评价有13%给予正面的评价，但负面的评价高达83%。那大家觉得做得好的地方是看到说很注重安全性，
但是如果你看其他的面向，满分十分的调查里面，安全性是5.3分，但其他的指标其实都不到4分。大家不满意建设的速度，大家不满意游戏场的设计，大家也不满意市府对于游戏场的重视程度。该社团选在儿童节进前公布台南特色公园的满意度调查，现场出席的大部分拢是家长带着家己的小朋友，另外嘛有真侪民意代表，甚至议员参选人拢出席来小听，并且提出有声提歌、民间参与、甲设立跨局处游戏场的总顾问机制等三大诉求。提高儿童游戏场预算。提高儿童游戏场预算。建立游戏场总顾问机制，建立游戏场总顾问机制，儿少核心落实公民参与，儿少核心落实公民参与。我们希望真的可以以孩子为主体来进行游戏场规划的设计，不是只是从大人的观点去看待游戏场而已，而是真的可以去了解孩子游戏的方式，我们才能真正的去设计符合孩子儿童游戏发展的这样子的一个游戏环境，也才能真正的去设计出孩子会觉得好好玩的公园。议员无分党派出席小厅，甲过去台南市公园游乐场罐头式的游乐器材比较起来，虽然是有进步，不过甲其他县市、桃园甚至屏东比较起来，就差真多。以屏东一档的有剩5亿外，就比台南阁低真多。最后社团嘛改编一首儿童的歌曲。由三位家长来唱出台南需要特色公园的心声，希望公部门会用来改善。儿童快乐，愿你快乐，你值得拥有更好的，不想空洞，厌倦罐头，就带去别人的公园保存。儿童快乐，要你快乐，过去少的就让它从头来。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迎接儿童节，东区中学国小今年的庆祝活动结合在地展演、参观、吃点心、魔术表演以及魔幻表扬等等，主要是要展现以囡仔为主体、学习为中心的核心价值。东区中学国小今年儿童节庆祝活动，同款嘛是办了正盛大，而且有特色。不但让学生展现自己的才艺，也有邀请魔术师来表演精彩演出，让全校小朋友看了一直哇哇叫。在这个属于婴儿的节庆，校园也有办理魔幻表扬，颁奖给全校为幼儿园开始一直到6年级所有班级的魔幻生，肯定各国的英雄进学习的表现。今年也特别精心帮魔幻儿童每个小朋友客制化一个奖牌，我们希望让他在这个小学求学生活里面有一个很美好的印记。那另外我们也今年特别重金礼聘了马丁魔术团来表演魔术，我们希望在这一个很压力很大的一个环境里头，让我们小朋友在儿童节这一天可以快乐来学校生活。不只呢，学校也有规划各种一地闯关游戏，和小朋友合作闯关，展现团队精神。另外，家长会也加码送给全校师生冰淇淋以及红豆饼，种种的大型安排，就是要让中学国小的囡仔有一个难忘又搁欢喜的儿童节。台南新闻张秀伟采访报道。另外，复兴国小为了让学生体验无同款的儿童节，特别举办《星际小王子：玩转宇宙》的活动，透过闯关游戏结合课程，让学生用更加生动的方式来认识天文地理，好耍又搁有意义。台南市复兴国小因应这摆儿童节，学校四月一号上午伫咧星空广场举办《星际小王子：玩转宇宙》。透过设计无同的闯关游戏，让囡仔会当透过实际操作，同时对宇宙有更多熟悉。我们这次复兴国小举办的星空运动会呢，是为了我们这个儿童节，给孩子有一个创意难忘的一个活动体验。那这个活动的设计呢，是以我们复兴国小天文课程为基底，
那透过天文课程的一些教学，让他透过操作体验的游戏的过程里面呢，对天文的素养跟认知呢，能够在他的生活中去理解天文跟我们其实是很密切相关的，也透过这样的活动呢，让他对天文也比较不会那么陌生。啊，透过这个儿童节的活动呢，让天文的校定课程跟活动结合，让孩子留下一个深刻难忘的回忆。这次活动设计五种不同的关卡，让孩子可以透过互相合作来完成任务，也透过模拟可以让孩子了解在宇宙身体受到很多不同的阻力。就是可以学到一些平时生活上没有学到天文知识，还有一些就是平常不会用到的东西在这里都可以学到，还有很多天文知识，就是跟一些有关星座还有一些虫洞的问题。对，下次还会想要再希望学校再办类似相关的活动？会希望因为很有趣，而且可以学到很多平常学不到的东西，蛮好玩的。我学到很多天文的相关知识，然后还有一些体育方面上的游戏，然后这个知还有很多星座、天空方面的知识，然后如果要当太空人的话，要有强健的体魄、智力。透过天文的相关知识，应入去课程的活动中，唔只会当让学生对课程的内容有更侪了解，同时嘛会当让每一位同学拢会当了解到，身为太空人飞到外太空是一件偌伟大而且无简单的代志。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台湾面临十冬来上严重的欠粮危机，不止鸡卵起价，而且超市的鸡卵常常一涨价，马上就被抢卖了了。议员詹培雅梅合有机卵牧场的善心人士，特别在清明节之前捐赠鸡卵，和东区五个里的弱势家庭。好吃。疫情的欠粮危机，和真侪家庭买袂到鸡卵，尤其现在清明节要到啊。家家户户应景要食润饼内底，更袂当少了两丝，所以议员詹培雅就赶伫咧连假进前，买下爱心有机蛋农捐赠鸡卵，予东区五里弱势家庭。因为咱台湾人清明节到啊，拢会食润饼、春卷，那春卷有时候都要煎个蛋，所以他就想说煎了3000个蛋，让我们这些几个里长那个认定我们比较弱势的家庭呐，弱势的家庭一个人两盒蛋。住伫咧东区文兴里的爱心蛋农，因为非常专注伫咧家食养殖甲演化，所以因生产有机鸡卵特别营养好食，而且做善事唔愿意出名，真正足甘心诶。伊家己研发，他先生也是读那个畜牧业的，年轻50岁左右而已啊，爱做爱心的啦，爱讲即卖吼，虽然人足欠，爱就是讲吼，关一个意思，他的心力啊，但是不要。但拄啊，以往我袂记烦恼，伊无爱出名，无爱名号红啊，伊怎啊喊讲名出来？哈哈哈！善心蛋农会选择甲议员詹培雅联手做爱心，是因为长期有关注詹培雅服务处寒暑假中餐助动计划无私的奉献，所以特别将自家生产有机鸡卵加入爱心行列，希望会当为社会助力一股暖流。台南新闻张秀伟采访报道。您先休困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面对疫情，一个钱一直变薄，台北国际家具展览要提供民众好康。4月1号到4号，巡回到台南，在安平的东东宴会市场举办家具名称展，欢迎民众把握最后一波的家具优惠。2022台南东东家具名创大展由着亚腾展览来主办，邀请今年台北国际家具展览的厂商巡回台南，展出了有台湾的优良家具、新品沙发、
加品牌名称等。像我们这套沙发来说的话呢，像它的头枕，它是可以做一个活动式的调整。那么这个调整它是属于多段式的，多段式的话可以根据我们人所坐下来的角度不同，头放的角度不同，所以它的可以调整到你所需要的一个角度。另外像这个沙发的坐垫，它也是可以往前拉的，两边的沙发都把它拉开来之后呢，它就像是一张单人床的宽度。单人床的宽度就是你万一有亲戚朋友左邻右舍要来家里借住一晚的时候，它就是一张非常舒服的床。所谓的凉感布啊、紫外线啊，以及我们的植物性泡棉检测、胶原蛋白、防螨抗菌所有的认证我们都有带过来。好，这是我们松果的部分。那因为台南的气候我们知道也比较闷热一点点，我们带过来的所有产品上面都有凉爽纱，让你睡起来半夜不会后面脚在偏在高关。好，所有的背部的凉爽度都非常的够。另外配合儿童节的活动，现场也打造趣味的儿童空间，有专业的儿童家具业者推出一系列的儿童床具，具有收纳的功能。我们着重在很多的一些功能性的设计，那除了用比较顶级的木头的板材，就是完全是无垢材，完全没有木结的方式的设计呈现。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节省了所有的空间，让小朋友在一个他的环境当中呢，能够充分的运用那个空间，而且呢，达到他们喜欢的一个环境的安全为主。这次展览从今起到四号为止，不管是预约看展或者是来电打卡，主办单位还有小礼物小送，欢迎民众把握最后一波的优惠价格。台南新闻英根采访报道。台湾国际蓝灯自三月二十六号登场以后，第一个假日就已经有超过三万的民众参观。为了扩大蓝灯的效益，除了后壁区的民众会当免费参观以外，市长嘛宣布北河地区的民众同款免费入场，欢迎大家把握清明连假前往欣赏。今年台湾国际蓝展主要是全世界上最蓝花品种聚集的展览，其中七大展览区当中上受瞩目的主题馆，今年运用蓝花加三只由蓝花组成的蓝针，加五粒经过四个月培育的大型金龟作为主要的主题，规划出海底世界同款。但年这届大会艺术总监吴伟宏表示，希望借此走出疫情，向前万物生生不息。一开始想说像疫情时间啊，那我们整个产业是有一点停滞，所以用经络的意义来带。那经络一经络万物生，也就是代表一只金鱼其实陨落的时候，它会有很多的生物因此而再重生。那我们用这种方式去设计，刚好是有一些像垂钓的部分啊，有三只金鱼，还有我们这整个场景是做海底的状况，所以有一些珊瑚其实是附生在所谓的那个鲸鱼的骨架上，那我们会有一些隐藏的像海葵啊，还有一些花的状态是做像珊瑚礁的状态。所以今年的比较有环保意义，还有一些我们希望让产业有一些重生的概念，让我们未来这个蓝叶更发光发热。台湾是蓝花王国，全世界每六丛蓝花都有一丛是来自台南。根据了解，一档的产值就高达63亿，可见台南蓝花产业的价值和重要性。在蓝展26号登场以后，第一个拜六礼拜已经超过30000民众来参观。市府为了扩大蓝展的效益，除了原本后壁区民众免费入场，也进一步宣布北河地区的民众同款免费。台南新闻军旗何乔芳采访报道。台南市东区蓝田府和台南市议会合作举办的二张杯幼童拔杯比赛，将在四月二号登场。这届比赛同款分组、国小组以及幼儿组，庙方欢迎厝内有囡仔的市民朋友免费报名参加。大家做伙来拔杯！台南市东区蓝田府今年甲议会合作办理二张杯幼童拔杯比赛。活动将伫咧四月二号登场。当天活动一开始，会先带领参加的信众向三观大地祈求国家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瘟疫古消、疫情远离。刷来就开始分组拔杯，而且今年的拔杯比赛，不管是有杯无杯，拢会有参加奖。希望会当予来参加的每一位小朋友，拢会当欢喜过儿童节。儿童节都连续加入，
所以呢，咱庙方呢，即届委员会主意呢，啊，只是讲咱用4月2号啦吼，4月7日早时啊吼，咱8:30来报道，9点开始即个啊跋杯，啊跋杯甲以往同款分两组啦吼，一个幼童组啊，一个儿童组的吼，啊来进行即个跋杯的即个比赛吼。啊，今年吼，咱特别呢，庙方有穿即个口罩吼。啊，拢每一个参加拢爱戴，拢会戴送这口罩，包括咱纪念品嘛要送啦吼。啊，这同款呢，咱分做两组，每一组拢会取啊前6名啦吼。那么今年的不同就是讲杯王吼，就是上一杯迄个叫杯王吼，杯王哦，咱有特别今年的红包吼，1200块的这个啊新罗枪船的这个福会红包。因为每组只有限制100位报名，名额有限，欢迎对着活动有兴趣的朋友，拢会当向蓝天府管理委员会，也即是脸书搜寻台南蓝天府询问报名资讯。来挂杯哦！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高捷车坎楼修复工程正式动土，由市长黄伟哲率领相关局处的首长，在文化部甲多位议员见证之下，共同祈求工程平安顺利，期盼会当伫个台南建成400年，来到以前顺利完工。31号上午举行国定国籍车坎楼修复工程的动土典礼，现场也请到溪州国小的学生为活动带来高压的表演。活动现场由台南市长会推带领着相关局处的局长做会伫文化部文化资产局，阁有真侪位议员的见证之下，拢推啊启动动土的仪式，祈求一切平安顺利。主持人说哈，这个每到台南必到赤坎楼，但是除了赤坎楼之外，台南在近几年来有许许多多新的文化景点也都出来，但是老字号的赤坎楼永远不能被抹灭掉。尤其它某种相当程度，在很多风景图卡上，在很多我们的这个阅历上，在很多台南的意象上，赤坎楼或安平古堡一直是重要的一个点之一。那我想赤坎楼是在位居在我们市中心的蛋黄区但是随着时间的推演慢慢也需要在进入整修了。尤其大家记得在2016年的时候，0206地震，我们曾经有一个地震那么大，那当然在建筑物的结构方面，在它的内装上，还有在外观上，都需要做一番的检视。所以非常感谢文资局能够拨出经费高达6000万哈，那我们是自己付20%好，2300万。市长表示，虽然最近几冬台南增加真侪新的观光景点，但是台南的赤坎楼佮安平国宝对台南意义上是咱袂当加放袂记哩的。即摆修复工程会开6040万，透过新的工程技术，佮伊会当保持原本的模样，同时佮加强建筑的强度。预计伫咧113年的10月份会完工，希望会当如期如期的完成。挂伫台南建成400冬的重要历史时期进程。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感谢你收看四月一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秦碧泉，咱再会。